促进双边人士。现场副恳琪率各局处首长替石兰堡县长佩戴阿美族情人带，期待两县未来能有更多交流。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迎来了这个我们德国的贵宾，跟希望未来我们的两县能够常来常往，亲上加亲。 也希望未来我们部落的孩子也有机会到德国最先进，到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德国去那边好好的看看，走走。而石兰堡县长罗特表示，感谢傅昆奇及县府团队热情招待，他也对花莲的山海风景、人文特色感到相当惊艳。 石兰堡是欧洲航太技术重镇，当地的手工业更是属于德国高度重视的产业一环。双方县长都希望借由国际友好备忘录的签订，拉近国与国、县与县的友好关系。原视新闻综合报道。